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，接下来得要面临连署高门槛，副总统搭档也必须要快点登记，等于说是要赶快来决定人选，还得在45天之内完成200,000人连署。尤其是郭台铭是要跟蓝绿白来抗衡，所以连署的份数也成为了指标。像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时，就曾经突破94万份有效连署。郭台铭频繁下乡，基层跑透透，就是为了9月中联署做准备，还有这一关要跨越。日前传出郭台铭打算串联里长在公庙设联署站，而他要独立参选，门槛必须得达到最近一次立委选举总人数的1.5%，也就是大约29万人，必须要在11月以前达标。要与蓝绿白抗衡，独立参选总统联署人数不能只是低空飞过。看看政坛前辈亲民党主席宋楚瑜，2000年联署人数破100万，有效联署94万；2012年有效联署最少也有44万份。像宋楚瑜高标看齐才有机会，旁观再也分裂，连民进党员都想参一咖。联署29万份，对郭董来讲完全没有问题。那我们也呼吁支持者不必要去介入郭台铭的联署。另一大挑战就是联署启动同时，郭董必须提出副手人选。外界点将包括主播沈春华、资深媒体人陈文茜。目前还传出郭董已属意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，但高金素梅脸书发文重申一心参选立委，任何事都改变不了这个方向。而联署难关，国民党表态小鸡不准站台，也成为一大阻力。不能再联络了，他的场合我也不能再去了。党纪的部分大家就要遵守。短短45天要冲联署门槛，拼联署更要冲大选气势。记者王伟成、萧瑞生台报道。